早安，你好，好，回到节目现场呢。昨天其实我们提到说，你说我不务正业嘛，就是主持不主持，然后去包粽子。我说你跨行抢饭碗。哦，跨行。那我们也说到陈志才说啊，不当演员去当画家哈、啊，为这个新邮政这个画这个首日封。那接下来这个艺人呢，你又怎么看呢？实在是对于大自然非常的负责任，传递环保的讯息。是许振荣对不对？是因为他一向来呢，在环保这一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而且他除了是自己本身在推动这些工作，现在把讯息传达给很多年轻的朋友。是，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看有意要早前跟他做的这段访问。潜水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刺激，想尝试但是没勇气的一个活动，所以可能先请振荣来帮我们说一下。想要潜水的人一开始应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对水不要有恐惧感了、因为你对水有恐惧感的话，那第一个环节就比较难让自己有那个信心下去、所以如果有了那个之后，我觉得有一群朋友吧，如果你有一群朋友的话，真的会舒缓那个紧张的压力，因为大家都一样的烂嘛，所以你就比较简单嘛。学的时候一样烂的话，有出了什么事情，那谁来救？对啊，因为身边有很多嘛，就是那些教你潜水的那些导师啊，这些都会在身边，所以 OK 的。我们看到很多其他人去潜水的时候的照片，总是在一些非常美丽的小岛，有很多的当地人，有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但是这些岛到底在什么地方？有哪些是潜水的好地点？对我自己来说印尼有一些，然后马来西亚，尤其是马来西亚也有挺多地方的，然后泰国也很多啊，普吉岛这些都挺漂亮的。大概怎么样安排？这些是要有专业的、专门搞潜水活动的人才会知道吗？也不一定哎，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如果你潜水的话，其实你会有所谓一间非正式专属的一个潜水店或者潜水公司，是你常会有机会接触的。所以他们有立场，有一些活动，就是说什么时候会到哪里去啊，你就是在你自己行程方面 OK， 你就可以跟着他们一起走，要不然你可以各自安排。所以在新加坡附近的海域来讲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些地点？刁曼岛我觉得是新加坡国人常去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说其他的普吉岛啊，这些巴厘岛啊，也是常常很多人会去的。不过以地点比如说它的环境啊水域来讲的话，跟世界的其他地方好像比较远一点。我想举例我还举不出来。马尔代夫马尔代夫这些这些当然我觉得你说在你能看到的东西或者是鱼群不同的种类这些有差别。那另外一点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这一边就是泰国马来西亚这一带，其实有全世界就是排前几名的潜水景点。就像喜巴丹这些都是挺有名的。所以这些学生也都会跟着你到这些地方吗？我们个别去啦，因为他们也是很喜欢潜水，然后可能他们放假的时间跟我放假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可能他们也会跑其他的地方。两位呢都是来自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学生，所以学的时候可能两位同学第一次学潜水的时间会比你的稍微最近一点了，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学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呢？开始是有点怕吧，但是我是跟一群朋友一起去学的，所以还 OK 啊。一开始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游泳他要考我们他考我们的游泳的能力。 OK， 对，就是不带所有的器材的情况下就上游泳。我就要说呢，最近两位也都跟振荣一起参与这个非常勇敢的活动，对于当然这个潜水方面要有基本的能力才能够进行，那就是拯救珊瑚礁。所以我们先请振荣来说一下这次活动，还帮我们说一下学生们怎么参与吧。其实那个活动希望能够做到的啦，就是保护一下那些所谓的珊瑚礁不被受到伤害，所以才会说把那个大石灰块抛下去，然后呢把我们的一条绳索就是绑上来，那他们那些可能很新的新手要学潜水的时候呢，就可以沿着那条绳索慢慢的摸下去。他就会去一下就嘣就去踩在那个珊瑚礁上，所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然后当然因为有学生的帮忙嘛，就是大家都有分工，有些就是帮忙可以的话在里面呢就是移石灰那个板，要不然其他就是绑那条绳索。所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一个领域要照顾。所以主要放石灰板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不要让那些船只来到那些可能我们要潜水的地方，因为它有特定的几个景点是让我们专门去那个地方潜水，可能它的地形比较 OK，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可以看到的东西比较多，所以那些特定的景点是船只常常会来的，所以它常会来的话呢，就变成你一定要在那边放下那个石灰板之后，它就不用抛那个锚。
所以就会击中那些珊瑚。这些对学生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体验哦，对，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每次做这种活动的话，都是去很像那些印尼啊什么地方，然后建造屋子这些东西。可是这次我们是以潜水为主题，所以对我们这些潜水员都是蛮兴奋的一个活动。春燕，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你也特别想要去潜水的地方？我一向以来真的要去马尔代夫去潜水，因为那边的水很清澈，也是有很多鱼来看。那除了这个玩的之外，活动方面呢，环保活动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计划？我们应该会还是会回去名单岛，然后放置更多的石灰板，这样子就能减少那些泡沫的行为。对，我们知道说这次你们放置这个石灰板块的活动，石灰这个材质本身听说是有特殊的原因选择用这样子一个材质的。因为之后你要承受的那个压力，就是船只在海上如果浪或者风大一点的话，它不会飘得太厉害，所以你把任何东西摆在下面，它一定要有一个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风力或者是压力的情况。所以石灰板块自己本身我觉得重量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它才能够就是固定那个船只嘛。以整个环境来讲，好像这样子去旅游去做环保是一个怎么样的体验？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嗜好或者从事的一些活动。对我自己来讲，如果你可以把自己喜欢的那些活动，然后呢跟可能能够帮助到一些环境扯上挂钩，我觉得那是一件好事啦。然后加上在从事完这些活动之后，大家也是聚在一起嘛。对。然后除了潜水那可能几小时或者半天，之余你可以问他们大家还是闹在一起玩在一起吃喝呀。对，名单岛有什么好玩的？来帮大家讲一下吧。名单岛，有很多好吃的，真的有很多好吃的。你是潜水，然后顺便抓几条鱼上来吗？没有啊，没有。还有什么活动可以介绍给大家？鬼迷宫。怎么讲？还是他们都负责玩的，所有的那个吃的事情都是大人在做，是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可能在他们自己的观点就是在工作因为这一趟去是算办公作嘛，工作之余或者去潜水之余，那其他周遭的一些吸引力，就像他说吃的，我觉得吃的是挺不一样的啦。原因是不同国籍嘛，印尼那边嘛，所以他们的煮法什么也不一样，然后那边也有一些你去到一些所谓的比较度假村海边的一些 resort 的时候，它有一些水上活动是新加坡可能很难玩得到的大概包括什么呢？飞鱼本来要不那香蕉船，对一般的那些在海边你都找得到的一些。对会潜水的人来讲，香蕉船应该已经没什么刺激的了吧？刺激不一样啊，不一样刺激。对，大概是怎么样的感觉？就因为玩香蕉船的时候，那些船员他们会走很快嘛，然后他们会尽量把我们都弄倒，所以我们觉得弄倒那个感觉还蛮舒服，还蛮爽的，就喜欢被人家弄倒。对啊，这个蛮好玩的，就大家一起飞嘛，这样可以玩那个叫什么滑水啊？就是那个电单车对。那边没有，那里反而没有。对，会不会对环境造成伤害啊？这种活动？对，就是没有，就是因为比较不安全，所以他们那边通常有潜水的那一些地区都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原因是你不晓得说潜水员什么时候会浮潜起来这些，所以如果你在那边飞来飞去，可能有一个头上来，可能就比较危险一点一样。不过我总觉得刚才好像他说的刺激是因为有一个两个很极端的那种感觉。你潜到水里面的时候，整个环境突然间是变慢的，原因是我们行动也慢，你游也没有可能比鱼游得快嘛，所以整个感觉是它已经放缓了，然后你一上来之后你去玩一些很刺激的活动，它的落差很大了，所以感觉很不一样。所以这样潜水算不算危险啊？其实因为你下面是慢的，人家上面是快的。我不觉得你会觉得危险？不会危险的，就安全措施要做好，就不会危险。如果我在海底下，比如说我突然有什么状况的话，我怎么去跟我的同伴讲？我们有一些手势的，手势怎么比？就说比如说我现在脚抽筋了，怎么比？脚抽筋，人家看得懂吗？没有了，就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比如说现在我有问题了，怎么办？那你脚就会过去，然后他就很像是用别的手势来问你到底发生什么事的，什么手势就怎么样？会上去对，不然就会上去，这是上去，这是上去。
这个是有问题，有这是有问题，还有什么？不够氧气，不够氧气，然后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是啊，要抓别人的那个，这可以这样子吗？就没有了，然后抓过来这样子，没有，他不懂，这样会不会谋杀掉我的同伴？因为他们会有两个那个呼吸器，对 ，OK。所以你就可以抓他的那个间隙没有用的那个 OK 呼吸器不可以抓人家脸上，不可以，他会死掉。所以最重要就是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对，因为那个我们的输送管有两个嘛，一个是你自己用的嘛，另外一个就是摆在旁边备用的，所以通常是如果这一个有问题，我可能就换另外一个，要不然的话，我没有氧气，我就是跟你拿你的，所以我一借用你的，我们两个人就要开始上升，所以它一定有一定安全措施的。如果说很多人可能在事件发生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可能人慌了，看不到周围有什么同伴在，这时候怎么办？哈哈，来考一下他们。答对了。如果下去下面看不到人呐、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自己上身，可能那时候紧张，然后通常现在如果我们去的话，刚刚学潜水的，我们去的所谓的深度都不会太深，可能10米最10米11米，最多20，最多是20，对，所以如果你10米已经开始慢慢教你，你要大概懂看光啊这些就不难哦，可以找得到用灯光来找方向，对，所以。一开始如果说我真的有兴趣要开始往这方面学习的话，第一步应该是做什么？第一步就报名啊。报名之后他会先教理论，然后教啊 <Okay. S 2> 实际课程，就是在泳池都是安全的区域啦，就是教了之后你才会大家一伙儿这样出去3天2夜的一个旅游嘛，然后那边你要去到海洋上潜，他才能就是说哦你拿到那个潜水执照。那很多人我知道他们是整个就已经卡在下水的那一步了，因为人在往后翻，对不对？对，跳也可以，就是跨脚这样跳下水也可以，往后翻也可以，就是两个方式下水。既然有两个方式的话，它有没有任何的不一样？就说真正游起来，是不是往后翻的人会比较厉害啦？其实也没有，比较好看，是吧？啊，对，比较好看。拍照的时候比较好看，拍照是没人拍的时候就直接跳啊。对，其实都 OK 的，因为很多时候人家比较难跨出的那一步，就是你一跳下水，然后你要开始就是往下潜的时候，通常人家会怕了，刚开始心态上可能还不能调整，就不敢下水。可是通常是一下了水之后就 OK 了，就很开心。对，就跟很多时候如果我跟着出去潜水什么，然后有点晕浪啊这些，然后你有点要作呕啊，通常我都是快点跳下水，你一下去就 OK 了。对，反而人下了水就不会有事情。对啊，因为你已经没有了那个所谓的漂浮的那些影响力，所以就比较 OK， 不会说到里面回家还要呕吐。好，非常感谢，我觉得这边是我们通过这个电视荧光幕都可以感觉到这个大海呢在当中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